节，好让大家呢能够利用这一段时间享受一下高铁的生活。那外面呢，一切呢都很不错，因为有时候呢。如果乘客想要点餐吃东西，只需要通过扫 QR 码就可以下单了。那为了让乘客有更好的休息嘛，经营车厢也会提供眼罩、耳机，甚至是止鼾器等等的静音设备。而为了避免这样的环境太舒适，乘客睡着了，而最难的情况就是耳机音乐太吵。